我是 DJ 阿周，这支影片所介绍的是台湾台铁公司的新制箱号 EMU 3000型，以及普悠玛号和大陆动车在车厢内的一个音背的一个测试，做稍微的让各位了解一下三种不同的列车它里面的隔音效果，还有它在里面的一个音背的情形。首先，荧幕当中这个是无障碍空间的车厢，它内部呢大概就是这样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有点像台湾高铁布置的方式。好的，这是车厢跟车厢之间的连接处，它用这样的话，里面的音量不会很大。那这是整个列车的情形，这头顶上会有一个照明的，供各位看一下。回到座位之后，我就开始测试在3000型的里面的一个车厢的一个音背。3000型的在座位这边大概都是在90分贝上下这样跳动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普悠玛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检测一下普悠玛号上面搭乘的时候，里面车厢里面的音背。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它的音背是比3000型的高出大概7、8分贝以上。不过这一段呢，所拍到的音贝有降下来，是因为我们现在跑的这段路程呢，正好是在台中路段。台中这路段整个做高架起来之后，它行车也比较平稳，而且实际上在车厢内的音量确实都已经降到90以内了。接下来，这是我2024年3月17号由长沙要坐车到张家界，在大陆动车上面所拍摄的。上车后没多久，车子就启动了。因为在市区的话，它时速并不是开得很快。那我整个车厢的情形大概拍一下，这是一等座的座位区，这是最佳男主角阿周，也就是我本人，帅吧？现在车子已经正常行驶的速度，时速大概200多公里在跑。那我们开始测试音背了。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这边的音背呢，大概都维持在70几，顶多跳到80，甚至有降到70以内。明显的在车厢内是比较安静的。不过这是一般的道路，那如果它跑到隧道的时候，会明显的音背会往上升降。那我等一下会拍隧道内的音背。好的，进入隧道之后，会发觉这个车厢内的声音明显的增加很多。现在的实际上的测试到它的音背都超过90，其实超过90音背的时候，对人体是有一定的伤害，这应该是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所显示出来。出了隧道之后，目前的音贝就降下来了。很明显的，这个在山区在跑的时候，这个动车啊，是速会降到200以内。那我是觉得这个设计上还是不错的。又进到隧道里面。现在车子在加速，加速当中的声音。
好的，以上影片就是阿周在台湾台铁公司 EMU 3000型以及普悠玛号所体验到的因贝，外加中国大陆我从长沙搭到张家界的一个动车，在车厢内所测试的因贝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你开启小铃铛以及帮我按个赞，同时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你的订阅，我会继续拍片下去。感谢您，我们后会有期。